我是阿周，今天要去熊猫基地去看熊猫，这是这次到成都最主要的一个行程。那后续怎么样呢？有拍摄影片就为各位继续的介绍下去。我们准备等一下就马上要出发喽。一大早就跟最佳女主角搭了出租车，大概十几分钟就抵达熊猫基地西大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事先做的功课是西大门这边直接呢是在它制高点，从制高点再走下去会比较顺。那因为如果从西大门全程走完，收集的资料说要走五个多小时，我们打算从这边坐摆渡车坐到中间再走下去，目前计划是这样。那计划如果赶不上变化，那我们就现场去看吧。好了，这边就是熊猫基地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师傅长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OK， 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，从那边网约车下来走也不是很远啊，不是像想象说什么要走很远很远很远，感觉还 OK。现在的时间是7:39。两个这都要证件吧？当然了。公车哪里搭？左边电梯有。走下去负一楼是不是？左边电梯直接上。好。不是用滚的吧？用滚下去的。开玩笑的，走。两边都可以，坐手扶梯好了，坐电梯。懒得，今天要走很多，这边有设计无障碍的。哦，他也有扶梯下去啊。人家走扶梯还是怎样？都可以啊。这还要走到那边？算了，还要走到那边。这边有一楼的。看着我们走出去的镜头，后面有镜子。耶、这边现今呢会有所谓的观光巴士，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扫码，然后看一下地图，这边的地图哦，一下来就会看到这边观光须知，它是从早上7:30到下午1800，就是，但是它下午5:30就停止收，收费标准一个人30块。观光乘车须知，一个人30块，那1.3米及以下儿童不占座位，就是收费标准是这样。看一下，这边整个一个售票的流程呢，大概是这样。等一下，宝贝儿，游客信息这边游客须知，妹妹，我等会拍你好了，那么可爱，要不要？要不要上镜头？看这里。装可爱，快点装可爱，装一个可爱。你也来啊，耶、把你放到抖音里面没关系吧？把你上到抖音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真好，早上没人。不好意思，第一次来，不熟悉。工作人员都很亲切。好了，两个，对，两张，对，嗯，好，谢谢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啊，中间如果还要上，可以吗？中间还上也是扫码，也是扫那个码就对。在这个上面扫哈。OK， 好。我们到下午6:00都不限次数啊。哪一台？那我就从早上坐到下午6:00都可以哈。看不到你要下车去看哈，你不要坐不下车，终点的都要下车。没有，从终点再坐上来，再坐下去，一整天就坐这个30块划算。那就去排队。啊，那边多久一次？多久一般？它是循环发车的，一般是5到10分钟。OK OK。但是如果中间有人上下，它就需要买。那你便利店，谢谢。我们同车的有两个小可爱。对，大家坐好以后，请把安全。这两个是小可爱。好，哎，你往里坐。这有安全带的。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呀？坐我的，你就把它抱起来啊。好，跟。
带。两个小鬼要不要拍照啊？你们三个爷爷小弟有个屏幕。这两个，谁是姐姐？我是姐姐，她是妹妹。谁是妹妹？她是妹妹。妹妹举手。Hello。妹妹要举一下手。你来干嘛？嗨。OK， 你们现在来看什么？熊猫。要看公的还母的？哇，愣住了。啊？都看。都看。都看。好。来跟镜头挥挥手。嗨。这是我们同车的，坐同样坐摆渡车的。是的。好可爱两个。耶，你好像一个熊猫一样。好啦。我也是正常的。我跟你说我哪边的，我地球来的。哦，地球来的。我是地球来的。是同一个地球的。对对对，好像是同一个。好像是对的。开心吗？妙妙起来的。OK， 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大门这边，从一路过来都很顺畅，也没有堵到，那很顺利的。现在就准备坐着他这个摆渡车啊，这个看起来像早期高尔夫球车那样摆渡车，准备呢，这电瓶的车子要准备走了，我们就准备出发喽。这今天的驾驶司机大哥 ，OK， 工作人员还讲的要注意安全，那就看一下 ，Let's go。师傅，我们是要发车了吗？马上系统的启动了就。开浪系统启动。大熊猫月亮出发了。你现在从现在，妹妹，你现在从现在数到一百，车子一定会动，会不会数数？问你嘞，两个都死啊！我会不会数数？对，我会数数。来，小朋友坐好哈，真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四五六。你看，七就跑了。肯定是骗人的。没有骗人的 ，Let's go。师傅，那个一圈一圈的那个就是圈养在里面的，你像那一圈一圈的，是啊，这熊猫最喜欢吃的。里面大概有养了几头几只啊？几只我们不清楚，因为这是饲养员在放猫。饲养员了，对。出发了，只要告诉他很多就好。看看熊猫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要不是工作上工作号上面有。你要不要讲讲你的心情？来看现在的心情。开心吗？不是，我现在很开心，很激动。对。说的。我现在很开心，很激动。我们要马上看到什么了？熊猫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装一下熊猫的样子？熊猫的样子。对呀，两只手用在眼睛卷起来就变熊猫啦，会不会？就像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没有拍到。哎呀，哎呀，出来啦！中途站，一大门站到了，请您携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准备下车。哦，这都感应的，还 sensor 扫到就知道到哪边了。对啊，公交车一样的，到了站真的、哦、自动报站。哇，好方便啊！那你们要坐到哪里？你们是会打算坐到哪里？我们打算坐到老区吧，新区。哎，对啊，我们也是想要坐到那个老区，然后最前面那个什么产房啊，那个什么产，我们叫产什么那个有三个产房，我们要最高，我们要太阳产房，遇到第一个的那个。太阳产房站。倒数第二站就是太阳产房站。对对对，是太阳产大熊猫太阳产房站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那我们也到那。好的。那你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等着我们。那你们今天就是我的临时演员哦。因为我们是有做功课的。哦，做功课。因为那边是高的，然后往下走，哦、比较不累。师傅是不是？那边有点带原始森林，长得原始森林是吧、啊？好神奇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地势比较高一点，往下走，是不是这样？刚来都差不多，只不过是那边的竹子比较多，很茂盛。哦，这样子啊。熊猫的家。这在你们不像吗？不像，我们不像就走了哈。好，走。
熊猫西浦站。每一站都有熊猫吗？都那个熊猫塔没有熊猫，那四站都有熊猫，到处都有。那个熊猫塔就是一个观景台，它可以上去的。哇塞，今天好像没开吧？他周二才闭的，今天开了。今天博物馆没开。今天对，今天博物馆没开。请做好下车准备。今天博物馆没有开，今天花花休假。花花。对。哇啊啊！奇怪，花花今天休假，我又没有批他，批他假单，为什么休假？休假不是要批假单才能休假吗？他是每次一休假。哦，他我知道，花花今天心情不美丽。心情休假，他是网红啊，他是出来见客啊。呀呀妈呀！没关系，我不认识他。也可以看其他的啊。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滚滚？还有其他熊吗？是。锦江熊猫。我们到了四川嘛。那你们是哪边来的？我们是在猜一猜哪边？猜一猜地球。我们家不住在地球啊。哎，你们家不住地球，你那你住哪边？我们住在天空上啊。外太空。我们家住在汉川。汉川。我们是在汉川来的。汉川应该。汉川是哪里？湖北。湖北，湖北那个。武汉。对呀、啊。我记得我去过武汉，我还去江口。我告诉你，我地球来的。这边就是星星厂房，你们也可以回来看哈。星星厂房回来再来。我只是给你介绍一下。Good morning。车辆下车，下车请注意安全。我们台湾来的。呀、yeah, 啊！猜对了，猜对了，他猜对了。系好安全带，坐稳停好，投手请勿伸出车盖，请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及小孩。熊猫塔站，需要下车的乘客请尽早下车。对呀、啊。熊猫塔每周二闭馆。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。这边是新区，小马疫情的时候才开放的。啊，里面有什么？哎、这里面有什么？这里面是一个熊猫音乐剧。音乐剧啊？音乐剧的。人演的。对。哦。熊猫、动物这之类的。今天也有吗？有。是人扮成熊猫演，还是真的熊猫演？人扮的。哦，人扮的。熊猫怎么演？熊猫怎么演？那个是要单独买票。啊。这刚刚不是有看到了吗？对啊，才能过来就看到。啊，从那边走上来这样啊？对，那边走上来就很近了。啊，从这边直接跳车就好了、啊。不可以。车道要走这边。哦，车不让你这边要从那边下爬上来就对了。对对。那折腾吧，那不如刚刚那边那个人扮熊猫那边走上来就好了。对不对，师傅？我这样讲对不对？哎，你讲什么？嗯，这是薰衣草吗？这个他们很多都说是薰衣草，但是他们有些说这个其实不是薰衣草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。它会不会香？哦，我知道路边的野花不可采。这边就是熊猫塔，就是拍照打卡。哦，熊猫塔。熊猫塔站。就是看那个。请需要下。好，不下车。带好随身物品。先看到熊猫再来这里拍照。对，我们要看熊猫。这最好。今天人不会很多吧？人少很多了，国庆才人才多，每天爆满，一大早就一堆了。对，这个时候不可能还有空车。好的，请照看好身边的老人。你这里就进入老区了。这边就是比较那个原始森林啊。对啊，你看是不是啊？对啊。夏天家在这里走路很舒服，很凉快。现在也很凉快啊！现在感觉有点冷飕飕。你不会来啊？没有原始森林，我怕你冷。哇，你昨天把我把你挤到外面去睡了是吧？张子熙，你昨天睡好了没？嗯嗯。昨天晚上怎么就横着睡的？把那个脚蹭到我的脸上来了。他说昨天把我都挤到外面去了，把我都没有位置了。啊。这么早就有人走到这边？他早上还是不是吧？他的脚放到我头上了，然后我就把他的
脚一踢，去了旁边去了。对，然后他去踢翻了一个高塔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一号别墅、二号别墅，太阳彩房，就看你们下不下。我下下一站就是太阳彩房。好，我们不下，我们不下，你还是要绕进来就对了。对啊，这是规定啊。哦。它是左三圈右三圈，欢迎乘坐。这你到了站靠停到了噻。请系好安全带，坐稳扶好。投手请勿伸出车盖，请照看好。底下摆渡车也是这样开上来，同这条路线吗？这里是单行道哈、啊，这边单行道。等一下，你要回西门，它是走到下面。哦。哦，不一样的。哇哦！有什么出现吗？没有。那里就是一号别墅，这里就是二号别墅，再下去一点就是月亮彩房。好，这些人太厉害了，那么早就跑了。月亮，我们是哪个城啊？太阳城。我们说的是太阳城。哦。下一站就是太阳城。对，我们要去太阳城。再下一站就树园南大门了。那就直接南大门了，就出去了。南大门没什么看的，博物馆今天有闭馆，没有看的。是啊。卫生间，赶快拍一下。这最重要的。照相机，这是摄像机。摄像。对。你们来容易，我们来不容易，所以我们来一趟的话，一定要拍好。从早上六点出门，六点多出门，一直到下午五点多才到成都，你看辛不辛苦？欢迎你们到。这边是什么？这里是二号别墅。二号别墅。住的二号的熊猫，对，老区的熊猫基本上都做皮宿。到了吗？马上拐个弯就到了。这竹子是不是要砍给熊猫吃的？不是的，这是观赏用的。熊猫吃的竹子从外面大山里运过来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等一下你们回西门的话，就在这里坐车。好。哦，我们不到西门呢。你到下一站就是南门了，就出园了，看你去不去。是南门呢，今天博物馆又闭馆。哦，因为西门搞不好有西门庆在这边，不要在这边好了。一直往下走哈，三四五六七号别墅。走那边啦，往那边方向走就对，这边下车就对了。对。好，师傅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辛苦啊！谢谢，挥个手吧，感谢您，感谢您，好，拜拜。欢迎下次又来。好。你们不要跳，你们这样跳会地震。地震，出发，我们去汇合，出发啦。走啦。你怎么会地震？今天临时找了两个，临时找到的两个小演员，蛮可爱的。你们读书了没？我们上学。上学了没？上学啊。幼儿园吗？还是小一？哦，学前班啊，他好像是大班，他大班，你是大几班呀？大班的同学，大班的同学，我是北大二班的同学，是啊，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，真的啊，我是文渊幼儿园。好的，以上是阿周在大熊猫基地所拍的第一支，所做的第一支视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后续还有什么，我们就继续报道下去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